可以开始下午茶。原本的河滨夜市合作打造的一场大型的快闪活动，那足足会有12个主题园区。这个夜市的话，大家打车过去也 OK， 但我比较推荐坐船去，因为可以顺便看一下湄南河的景色，然后风会吹得很舒服，船上也很好拍。处的正前方呢，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可以买到迪士尼的周边，而且这边周边商品的价格都不贵耶，100铢的商品都有耶。哦，这个娃娃就有点贵了，2800多铢，我还想着买一个回去了，2800多铢。仙女棒的话倒还好，129铢，再逛逛看。我觉得这个项链很搭我今天的衣服，好，我要买了这个戴上看一下。有主题蛋糕哦，但是我想要这种一杯一杯的，看一下。嗨，啊，有哎。有个贝儿公主，95铢一个，好，我要买一个。I want the yellow one, this one, yeah。哇，这个好特别哦，这个应该就只有这四个月才有，应该是限定的。自己 DIY 蛋糕。啊，这个是巧克力块吗？好像是。这样子，还有2包糖，职业傻吗？唱公主真的很随意，哇，好看！天哪，又有的玩，又有的看，又有的吃，还有的拍，救命！人间天堂，唱公主 DIY 的蛋糕。把项链戴上，刚刚129铢买的项链，哎，它除了项链还有贴纸，哎，还有一本小册子，这个是涂色的小册子。天哪，好久没有玩过这样的东西了。噔噔噔噔，啊，原来它是一个项链，一个手链，哎。没想到哎，哎，要把这个放出来。完了，这个怎么戴啊？戴不进去了，头疼。这里能不能卡？直接把我戴上。好，不错，可以开始下午茶了。下面吹晚风，公主区，哇，一个大花园，然后有各种公主的雕像，花木兰吗？唱公主，我也可以在这里做个雕像了。
那你就站到这边。好，不懂了，拜拜。漫威主题，钢铁侠。哦，这个开门有仪式感哎。Oh, 我们这里是出口。Can go. Is that check out? Okay. 哇，蜘蛛侠，为什么他是在裆部的？人家是这样子的，应该这样子。可是我今天是公主，不可以做这些动作。历史回顾，这60年代的画风，但我感觉好像早期的画风会比较好看，这肌肉明显一点。哇，1:1哦，这是他每一件不一样的皮肤。哦，当美国队长了。可不可以拿起来？手插进去。背不起来。这个有个翅膀。我太矮了。我太矮了。这个是绿巨人。雷神。就看出来是这个吗？哦。You got the right person. 一次过还可以单手哎，见个男人就发情不能哦，打没打没？哇，这是那个奇异博士。这里好，然后呢？快一点，转快一点。不行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骗我。你不适合玩游戏。刚你来试一遍，来嘛。这是什么游戏机？哎，不是，这是画英雄哎。画绿巨人，一点美术，一点美术天分都没有。哇，哇，这一整面墙不得了啊！哇塞，哇！主题的最好玩，感觉在下面可以待一个下午。那我们去下一个。星战区域。哇，这很壮观耶。我十几年没玩过了，好兴奋！
我要躺在这里，你先走吧，我今晚就要睡在这里。我要把自己埋进去。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。然后可以丢他。啊，你哪啊？好神奇啊，好好玩啊！全部都是小孩子，只有我年龄最大。4点一直玩到了晚上9点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里能拍能看，然后能玩又能逛，而且有吃有喝又有购物的，是一个很综合很大型的娱乐区域。那如果7月31号你们有来曼谷的计划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个夜市以及它的主题园区是很值得放在行程单里面的。那今天的快乐就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我是舒畅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